接下来是来自大拿镇的消息。大拿陈济寮是台湾中南部镇啊的发源地，源自日治时代，历史悠久。大拿镇长甘志伟了解地方了后，认为企业文化在大拿是浓缩的近代史，发展的形成甲衰落反映的环境。自从2019年，有意将百年啊的产业为中心来重建大拿啊产业。大拿陈济寮是台湾中南部种鸭发源地，溯自日治时代，历史悠久。早期饲鸭事业盛极一时，四五十年代养鸭人家的故事记忆犹新。了解中医师嘛，讲食鸭嘛，因为伊会当去饲养补的，啊，对咱身体都有帮助的，佫会当做美容养颜呢。对着这个商业，所以说我们也是说，大拿镇长甘志伟了解地方，认为养鸭文化在大拿是浓缩的近代史，发展的形成和衰落反映在环境当中。我说这养鸭文化在咱大拿可以说是浓缩的近代史，对对对，伊的发展，伊的过程吼，会当讲随着大理的兴盛，啊，甲即卖的衰落吼，嘛是一种反映在即卖的环境啦。我所以我拄仔讲，今年2019年吼，都咱台湾创生元年啦。啊，政府用这个台湾创生元年的概念足简单，因为安怎讲，伊发现着讲吼，咱即卖。大概咱台湾有134个乡镇吼，即消失即将消失的国度啦，愈来愈无人嘛。因为大家你讲城啊所在人口外移，啊第二个市位都市，啊所以我头拄仔讲着咱的排入国小，你讲伊的学生数就好啊，一年比一年搁较减。啊就是因为大人都出去，囡仔嘛当然都带出去吼。我像讲的。你若譬如讲，遐个故事馆，吼，像我即摆年迄块烤鸭博物馆，名称定落了后，咱甲咱的即个文化，吼，包装啊做观光，啊你即摆人讲食萝卜去平乡，啊咱会当化讲啊食鸭肉来大拿呢，吼，你像去宜兰也好买鸭肠，吼，啊是讲去台北观景山，吼，啊若要食一个咸水鸭。因来咱大拿，我讲，干那咱只鸭肉羹啦吼。2019是在地创新元年，大拿有意愿要企图以百年鸭产业为中心，重建大拿的鸭产业。谢新新闻蔡明东，大拿电采访报道。